我是2002年接触到 Celebrate Recovery 全心理这个课程，在这个课程里面呢，我真的是看到了许多人的见证，他们因为这个 Celebrate Recovery 全心理这个课程呢，得到了生命的改变。因为看到了这些的见证，我就自动的去报名了Celebrate Recovery 全心理的这个课程的小组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就是把我2次离婚的挫败还有伤害，就从这些里面走出来了。我就上完这个课以后呢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需要这个课程了。当时陈牧师也觉得教会需要发展一些心灵医治的课程，又十分的乐意成全我的负担，所以在陈牧师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新生命灵粮堂一个新的事工，全新的你就诞生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得到马鞍峰教会的同意，我们就开始做了翻译这整套课程的书本，叫《Celebrate Recovery 全新的你》，也同时呢，在教会里面开始了第一组的女生组。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我们正在担心是不是有足够的经费来做翻译的工作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马鞍峰教会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做翻译的费用。2008年就开始了事工外展及全新的你领袖培训。除了在美国，我们也在台湾、大陆、纽西兰、澳洲和巴基斯坦推展这个事工。这些年来，神按着他的时间扩张全心你的境界。2016年，我们在美国成立了7个人的理事会，也在中国大陆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传道人，做全心的你全职的推广工作。他目前已经去过16个省份、30个城市，超过74.6%，已经开始全心你12步骤小组。2017年年底，在台湾也成立了中华全心的你社团法人，有5位理事。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把全心你推广到全世界，帮助中国人从他们的挫折、伤害、不良习惯走出来。为了要推广全心的你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。